有人。我该跑去了。清晨天微微亮，三名少年爬上高雄捷运十甲站出入口，站在屋顶上冲流量。我们学好酷，太高了吧。捷运还没营业，少年却一边恶搞一边拍影片，警卫从监视器上发现来制止训斥。别人装装，我在上面干嘛？上去就是违法的呢。三名少年不以为意，嘻嘻哈哈大笑，甚至不断的甩脚。而一进到捷运站，没有刷票卡，直接跳进去逃票，全程拍影片PO到社群媒体，就连晚上。高雄人都这样玩的。三天骑共享电动车没戴安全帽，下车后直接躺在马路上。或是故意大吼笑人，三名少年拍恶搞影片，行为超脱序。没教育好，一概被拘一定。就很危险的，为什么家长没有去那个？就是教育失败嘛。蹭流量吧，照有些人会去，有样学样这样子。少年把恶搞当有趣，现在糗了，被警方找上门。爬捷运站逃票，三天骑车没戴安全帽，躺马路，加种最重可以罚将近10,000元。他们有进警局吗？三名恶搞少年被警方带到警局制作笔录通知家长，并且训斥违法行为，不排除祭出重罚，以免其他少年有样学样。记者叶正元、王书宏高雄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